跟米波姐的女儿，拜托你出面哦，请雅芳来负责这件案。只有王雅芳的太太消息，你跟你的女儿，我跟我爸的爱压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会跟我爸拖掉的，绝对不会跟王雅芳见到面。你若要对做出任何事，会让我爸知影。咱做伙啊，把王雅芳处理掉。有道理，我血气气死过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，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